下即阵嘛，嘛都咧举行毕业的展览，其中明德大学演技系嘛是咧进行舞台剧公演，由学生来编剧，用全演技的方式来表演。即款服装甲道具拢是学生家己开心出来准备的，甚至连马桶拢搬出来使用。即场舞台剧是相当趣味，嘛互现场的观众拢是看甲笑开开。英语系毕业生最近是举办毕业公演，由学生家己编出各种的舞台剧，然后做伙上台来表演，而且全部拢用英语的方式来进行演出，让大家欣赏到因四年来学习的成果。当然，除了公演们的表演是重点以外，因的服装甲各种的道具拢是学生家己找来。上届受到注意的，就是连马桶嘛出现伫舞台边顶。伫表演的时阵，现场是笑声不断。对着演技系学生的创意，大家嘛拢是真肯定。大学英语系人员表示，因的学生经过适当学习，希望透过公演的方式，和大家当发挥家己学习的成果。而且为着这摆表演，大家拢是练习真久，除了和大家英语的能力加强以外，在上台表演以后，大家嘛更加有自信心，会当讲是一举两得的毕业公演。最新蔡刚平被投报道。